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2024年龙年春晚的演出现场。今天特别开心，可以和我这么多台里的同事一起聚在一起，合唱这首《雨燕回正阳》。其实雨燕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动物，它可以在天上保持10个月一直在飞行，是咱们北京其实特别有代表性的吉祥鸟。它可以说是北京，可以说是中轴线的一个文化的象征，同时呢也是吉祥的化身。它就是为咱们北京中轴线申遗而创作的一首歌曲，因为我们这条7.8公里的中轴线，它也在不断的延伸，它像雨燕一样不断的在生长，也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了更多的活力，把北京的历史还有中国的文化都交融在一起。然后我们又作为就是北京的居民、新北京人，然后也作为是媒体人，我们也有责任把中轴线的深厚历史文化传达给全世界的朋友。我们也希望能够用这首歌来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。欢迎大家大年初一收看北京台春晚，同时一定要关注所有主持人带来的雨燕回正阳哦，雨燕回正阳，唱响新希望。